我们这边的 OK 了吗？好，我们要开始了。当我开始讲话的时候呢，来，好了，我跟你说，来，开始了，来，小蜜蜂过来，小蜜蜂来，小蜜蜂先回来，来，你来来来，对，不要动，好，我们倒数，五、四，你不要那个，等一下。叶医师，快点哦！那个没关系，不一定会拍到。来，来，我们倒数五、四、三、二、一。大家好，我是要健康婆婆妈妈台中团爱丽丝。今天我们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以及南部反空污大联盟在这边，我们要演出一场行动剧，来宣扬我们四月四号儿童节的这一个游行。原本的地球干净，没有污染，所有的动物都能自由呼吸，尽情玩耍，这是一个没有污染的快乐天堂。可是好景不长，没有死神开始降临到这片土地上，哈哈哈哈！我是代表煤炭与石油的死神，我最喜欢释放各种有毒物质，诱惑在死亡就降临，死神来临，死亡降临，万物开始大灭绝，反恐战士与侦探不忍生物灭绝，英勇力抗，没有死神。哇，没想到却不幸阵亡。正当大家感到万念俱灰的时候，一个小丑魔术师翩然登场。他是代表一个梦想，一个健康，一个干净没有空气污染的梦想。他召唤代表政府的火眼金守护神出来。火眼金守护神竟然与没有死神周旋。地之母，近来万物终于恢复了生机，大地之母降临地球，战士跟侦探复活了，所有的动植物再次复苏了，一个纯净自由没有污染的美丽新世界终于来临，属于孩子们的蓝色天空再度沉浸。你可知道我们的环境有多糟？你可知道地球不停发烧？你可知道天空不再感冒？你可知道这是属于一个孩子们的天空，我们在这边虽然是非常的欢乐，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沉重的，因为儿童节不只是一天，一天的欢乐不代表未来孩子的健康都是 OK 的。我们希望我们大人站在这边，要号召大家在四月四号的时候一起出来参加我们的高雄反空污抗暖化游行。好的，我们要念一下口罩了，口号。我们要拼命努力，为了孩子的未来。来，大家，四月
我们的口号哈。现在来请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理事长叶光鹏医师，他这次是饰演2050精灵碳排小丑的魔术师，我们请他发言。感谢，感谢媒体朋友，感谢全台湾关心空气、关心气候的全国台湾同胞，伫遮要伫遐感谢过去几十年内底全台湾人民。共同关心，所以空气大家了有较有注意到。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十年内底办几啊十场的游行，今年这是第一场。伫儿童节即天，咱拜托，直接要拜托全台湾人民来共同咱关心咱的儿童的未来。直接要拜托后礼拜、下礼拜一。咱大家共同来高雄，来关心，因为高雄过十年内底是属全台湾上歹的空气。阮最近公布的2020年，伊是 PM2.5 的空污王，伊是 PM10 的空污王，伊嘛是臭氧的空污王。我想咱给高雄的囡仔，伊是属全台湾上歹的空气，所以直接要拜托全台湾人民，和陈其迈力量，和行政院长力量。和小英力量，当高屏是变做全台湾空气上歹的所在，靠行政院长是无够的，靠陈其迈市长是无够的，靠高雄人民是无够的，是爱全台湾人民共同来抢救高雄、屏东、甲台南。所以伫遮拜托全民，伫4月30日刚演起出来。当然伫遮，阮甲怨叹的，开就是要讲，咱最近欠水。大家知影讲已经足久啊，过去56年内底足少会袂落雨，这是上天伫甲咱教示，上天伫甲咱讲是安怎咱会无水，是安怎最近今年1月2日空气也歹，大家讲足侪甲气候变迁有关，因为极端气候都互你足久拢无水，互你要无就是急降雨，去年11月伫宜兰。伊感冒就因为急降雨了，感冒就破去，变做唔是，就是足短的时间，互你落足侪水，互你感冒无好去，无就拄像今年到即阵无雨，台积电也无水，人民嘛爱去找水，所以极端气候伫台湾唔是未来，唔是咱讲的故事，是现在进行时，伊伫伤害台湾现在，嘛伫伤害台湾的未来。所以台湾过去，咱的确做了无好。所以咱台湾是气候变迁的受害国，嘛是加害国，因咱烧足侪燃煤，烧足侪燃煤。所以阮今即个游行的主题，今日就是讲燃煤等于死亡，死亡，这是予国家死亡，予一民族死亡，予万物灭绝。所以直接要拜托，咱是毋是看空气无好？咱是毋是会共同？做好节能能源效率以外，咱能减少足侪燃煤，但偏偏咱的环保署长张祖敬有自靠2006年去环保署了后，伊做了无好，伊嘛要做为台电的副董事长，伊要促成台电的个积极能源转型，嘛要做好节能，环保署伊管控的是温室气体甲空气，所以去年前年
佮予咱个奥多麦佮足侪油，足侪油个油煤，就是温室气体空污个主要元凶。所以咱最近无水，空气无好，最主要环保署做了无好。所以我伫遮要呼吁大家，如果咱台湾若要行出一个新个未来，张主敬做了无，张主敬就爱下台。感谢大家，嘛伫呾佮拜托，感谢大家过去参加足侪游行，今年游行都伫4月10号儿童节，儿童是咱的未来，拜托咱大家共同努力，予陈其迈力量，高雄的空污气候、温室气体是全台湾排放上大，靠陈其迈一个人绝对无够的，靠高雄人无够，伫遮要拜托大家共同事业的时候，共同站出来，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谢谢叶理事长。现在我们欢迎嘉义市弘雅文化协会理事长孙崇杰饰演嗡嗡悲情大蜜蜂发言。感谢咱叶医师吼，我参与几落年的这个行动吼，因为咱伫我是嘉义这个弘雅的愤怒鸟吼，因为长期以来吼，这个南北夹击吼，空污造成整个嘉义的这个空气品质非常的不好吼，我想这次也是出来号召吼，咱南部的这些乡亲吼，会当共同来参加咱4月4号这届的大游行，感谢，谢谢。好的，那我们现在现场吼，就是由我们的小朋友来代表儿童来替我们发言哈。那下礼拜我希望大家在4月4号儿童节可以去高雄一起，我是中部的小孩，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去4月4号那个儿童节，希望大家全台湾的每个儿童一起去帮。帮整个台湾加油，因为以前我以前彰化我就有鼻塞的问题，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有时候会打十几个喷嚏，然后一直擤鼻涕，然后有时候会拖到校车搭校车的时间，然后有时候会早一点到校车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因为彰化有一个十字路口非常多的车辆，也会排放很多的PM2.5，所以我常常那边擤鼻涕，所以妈妈帮我常常准备一大包卫生纸卖宝宝。4月4号，希望大家一起来高雄市政府，谢谢大家。好，我们非常谢谢这位小朋友哈，他就是Buy this for future， 就是今天来罢课，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健康一定是要站出来，儿童自己站出来讲话，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他是真实的亲身的经验。那我们现在来请南部反空污大联盟的发言人李建成来帮我们发言。好，谢谢大家。那我们看到苏院长在这个礼拜要过儿童节，送了一份儿童节的大礼。但是对我们南部的小朋友和家长来说，最好的儿童节大礼就是给我们健康呼吸的空气品质。这是我们所有南部的家长和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希望苏院长带领的政府可以送给我们的一项儿童节大礼。那这次的反空污游行在儿童节这一天，所以我们当天也会有折气球的活动，也会有踩高跷的剧团表演，也会有吹泡泡和绘画的活动，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呼吸的空气以及我们小朋友的健康，因为高雄的小朋友的健康的环境真的很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来改善。所以4月4号这一天，我们下午1点在高雄市政府集合，然后前往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希望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都要联手起来，帮助高雄、帮助屏东、帮助台南、嘉义、云林、彰化、台中这些深受空气污染的县市，做一个真正的改善。好，谢谢。好的，谢谢。我们谢谢哈，这个爸爸今天带着小朋友，他真的是一个爱孩子的爸爸哈。那我们来请这个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执行长杨泽民博士，他是饰演 Fighting for Air 的那个战士。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很快的下个礼拜就是儿童节了，儿童节我们要给儿童有一个健康的未来，有健康的现在。不止如此，下个礼拜天还是所谓希望世界的复活节，
我们要给高雄有一个健康，可以把空气改善，让这些孩子有一个新的重生的机会，让他们未来的孩子也能够世世代代在那边健康生活。我们不只要把快速的减煤，因为燃煤不只是空气的问题，还有煤灰的问题，南部很多煤灰、炉渣等等等，都将破坏我们的环境。我们一起下个礼拜天4月4号，我们一起到高雄，为高雄的朋友们、儿童们、家长们跟老年人们一起加油努力。以上，谢谢。是的，好了，谢谢，谢谢杨博士哈。是空污不只是儿童的事情、大人的事情，更是我们更很多的生物也都是会受到这个煤电，然后呢暖化的问题而遭受到灭绝哈。那我们再来喊一次口号哈，来，4月4号下午一点。4月4号下午一点。高雄市政府不见不散，不见不散。4月4号下午一点，高雄市政府我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4月4号高雄市政府不见不散，不见不散。踩高跷，咱伫迄天礼拜天会更加侪人，会更加侪丰富的踩高跷，所以直接拜托大家用共同伫迄天把囡仔带出来。咱今有小丑，阮这是假的啦。咱迄天会有真的小丑，伊伫遐会现场折气球，会做足侪形状的气球，所以伫遮拜托小朋友，大家规家伙徛出来，伫迄天咱甲高雄的悲情变作全台湾共同关心，所以大家全民来抢救高雄、屏东和台南。在这拜托，然后陈吉迈力量、毛玄奘院长力量，是不是早日终结高雄的悲情？在这拜托，4月4号高雄，拜托大家公益加持，感谢大家，谢谢。谢哈，我们现场4月4号那一天现场有非常多的活动，好，然后也会有这一个街头艺人，然后呢会有请我们会请小朋友换面具，然后呢来送口罩哈，所以请大家哈，就是那一天拜托大家，儿童节、清明节还有复活节，同时三个节日的当天哈，大家一定要来参与我们，因为节日每年都有，但是反空污游行在儿童节当天不是每年都有，可能就只有这一次。所以希望各位爸爸妈妈为了孩子的健康，一定要带着小孩，欢迎大家来装扮参与我们哈。来，好，谢谢大家。我这次买有限量的新创的口罩，彩色的口罩。限量的。限量。外面是找不到的哦。好，好。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好意思，今天太阳这么大，谢谢各位媒体。感谢媒体朋友，谢谢，感谢全台湾人民，感谢。那我们现在好，谢谢，可以开始专访时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专来进行专访。小心你不翕，啊，淑芬，淑芬有翕吗？感谢。